这是整个十五个生态在苗栗往南台中南投到彰化的成为一个断层，那这个断层必须透过制度化来补足。那我们彰化新芽召开这个记者会，就是全面的呼吁县府第一个法治的工作，十五保育的自治条例必须开始来推动来办理。第二个，在做这个法治的工作以外，全区的调查，这个要编列经费做网格化的调查，才有办法很精准的掌握我们彰化食物的数量，才能够对症下药，哪些地方是热区。第三个，生态服务给付。第三个，这个就是针对农友，他可能有鸡舍，有他的农作物被食物干扰或是怎么样的时候，赶快来通报我们的县府或是我们特生中心，就会有服务给付，有一个津贴提供给他们。第四个，生物野生动物的教育，这很重要，尤其我们八卦山沿线的学校都是特色的小学、国中，透过这个方式，赶快来全面的推动野保教育，让这个教育扎根到下一代。